醒白雪公主，开始。什么不成被子？肯定是被子消消乐，黄色，我点我点。啊，被子消失了，我也来，粉色，我点我点。原来是这样啊，绿色，我点我点。红色，我还要点。怎么回事？红色被子怎么消不掉呢？难道不是被子消消乐吗？没关系，我还有绝招，看大公鸡。怎么会这样？小雪怎么还不醒啊？大宝，你这也不行啊，还是看我的无敌铜锣吧，我敲。不要了，好巧。这都不行，小雪也太能睡了吧？到底要怎样才能唤醒小雪姐姐啊？哈哈，你们也太笨了吧！要叫醒小雪还不简单吗？吹牛，我们用了这么多办法都叫不醒她，我才不信你能叫醒小雪的。那也不信，那你们就看好了，小雪，小雪，这次考试你不是第一，你不是第一啊！什么？那是谁考了第一？这也行啊！我宣布唤醒公主比赛，黑暗魔王获胜！哈，太好了，我赢了，我赢了！小朋友们还有什么好办法能唤醒白雪公主吗？评论区告诉我吧。